万订阅，十万订阅，十万订阅，十万，十万。终于十万订阅啊！这个是一个开箱影片吗？还是一个庆祝我十万订阅的影片？快来一下 ！Hello， 这怎么开呀、啊？绑到这样干嘛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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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Congrats！Cody Hong, Cody Hong TV. 哦哦哦，这是什么啊？哦，有灯呢，还有灯呢，哎，很美哎，我整个像是那种在过生日的小男孩，哎，很美，我喜欢，很可爱，好可爱啊 ！Cody Hong，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名字，还有我的 Facebook page 的名字也有在上面 ，Cody Hong TV。哇，感动到我都要哭啊！真的很美，突然间想唱一首歌。亲爱的，谢谢你爱我，虽然我像个小孩，脾气坏，固执，人心机歪，还有点变态，因为有你在。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吗？走开，走开一下先，乖，乖，乖，走开一下好不好？乖。走开一下好不好？快听话。如果有人好奇这个灯怎样亮的话，它是这样的 ：Dream plus work equal to success。各位，梦想很重要，但是努力更重要。所以有梦想就要努力。好开心哦！谢谢 LeBlun， 谢谢 LeBlun 送我的这些气球，我真的很喜欢。谢谢。对这些气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的说明文里找他们的资料哦。我真的要哭了，超感动的，怎么办？超感动，好感动哦！真的，真的很感谢大家，很感谢每一个按下订阅按钮的你们。你们或许不会知道，你们一个小小的支持对我而言会有多么的重要。你们的每一个赞，每一个分享，都是我继续拍影片最大的动力。或许对你们而言，你们只是很简单的，只是这样轻轻的在订阅按钮上点一下订阅而已，或者只是很简单的在影片下方点个赞，按一下分享，这样而已。这些对你们而言，你们觉得很简单的事，却是对我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真的很谢谢每一位肯花时间看我影片的你们，对抠子们，真的很感谢，谢谢你们愿意看我耍白。愿意看我闹，愿意陪我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十万订阅。
得来不易，全都是因为有你们，每一个你们，我才会有十万订阅。换句话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知道这样子讲好像很老土，但是真的没有你们，就真的不会有现在的我。这样一路走来，有你们陪着我的感觉真好。如果你们现在就在我面前的话，我很想走过去给你们每一位一个紧紧的拥抱。但是十万个人，我应该抱一整天都抱不完。真的很谢谢你们喜欢我，谢谢你们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会走过来跟我合照，会跟我打招呼，告诉我你们是扣子。我想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因为还是很多人信息我告诉我在哪里哪里哪里遇到我，想要合照却没有勇气走过来。我再一次的强调，我不会拒绝合照的，而且你们是我的扣子，我会很高兴你们走过来跟我合照。所以以后在路上遇到我想要合照的话，就敢敢走过来好吗？不要害羞，我都讲了，可能我比你们还要害羞，所以不要怕，敢敢走过来 OK。 然后再一次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当我的扣子，我以后还会继续努力的制作更多的影片给你们看，一定要继续支持我好吗？扣子们，我们打勾勾好不好？打勾勾，不可以反悔哦，打勾勾，打勾勾啊，不可以反悔，一定要继续支持我啊。然后十万订阅了，当然就是到 Q&A 的时间了。其实这个影片除了主要想要感谢你们以外，再来就是告诉你们我又是时候做 Q&A 了，所以现在正式开放 Q&A 环节，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回答你们的问题。然后有很多扣子留言问我十万订阅有没有给扣子们什么回馈，有没有做什么抽奖活动 giveaway 之类的。其实我有想要做的，但是我不懂我可以送你们什么东西当回馈，所以我需要好好的想一下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来办抽奖活动然后可以送给你们的。还是这里有没有什么厂商啊，有在看这个影片的，可不可以来赞助我一些东西，让我送给我的口子们当作是回馈啊？我认真的，我认真的，有的话可以 email 到 kotiongtv@gmail.com 告诉我，我会好好的在影片里面感谢你们的，我相信口子们也会很感谢你们的啊。厂商们 OK 吗？联络我。还有，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帮我的 YouTube 频道修改一下名字，但是想说还是先来问一下你们好，因为毕竟你们也是这个频道的一份子啊。我原本是在想要不要把 kotiongtv 后面的 TV 拿掉，就剩下 kotihong 而已，又或者是在 kotihong 跟TV 之间空一个小格，就像这样，感觉上好像比较整齐。又或者就保留原本的 kotihong TV 就好，像这样全部连在一起没有空格的。扣子们，这三个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吗？那么这个频道的名字就交给你们来决定咯。 OK 扣子们，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你们记得看完不要这样快离开啊，不要这样快按上面那个打叉啊，不要忘记我现在开放了 Q&A 环节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就快在下面留言问我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记得在影片的下方点个赞并且分享，想要更认识我的话也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那些已经订阅我的YouTube 频道的，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这个小铃铛，这样我每次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也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扣子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悄悄。